今天我们都是来凡间历练的，接下来呢要考验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凡间的人和事儿到底有多么的了解。给大家说一下这轮的一些规则。还用说规则？不就应该是猜歌名吗？停一下，不一样。本轮游戏的规则：第一轮嘉宾全员参与，3秒钟之内回答出图片中演员本人的姓名。从小新开始。这还能不知道吗？猜不出来过分了啊。罗晋正确。第二题啊，这是谁啊？何润东。何润东。花花。啊，连更新。我是吗？是你吧？确定是小新？确定是小新。这个跟九亿少女的梦有什么关系？大糖糖了啊。胡歌。霍建华。李易峰。正确。腾哥请看题。那个啥，黄圣依。我猜出来了，我猜出来了。不是，你们说找的那个谁？黄圣依。我说我认识他，我一下懵住了。刘那个谁，那个刘亦菲。来，超时严重，不能算分。贾玲请看题。杨迪。他是古装美男子。小心。三。乔振宇。回答正确。谁是谁？乔振宇。乔振宇。小童请看题。刘诗诗是吗？唐唐请看题。孙俪。正确。这是孙俪。黄磊老师的老婆。变样了，变样了，变样了。花花请看题。杨幂。正确。迪丽热巴。正确。腾哥。那谁是那个张古力娜扎？古力娜扎，古力娜扎，对是对，但是超时严重。变样了。嘉伦，请看题。哟，这你都不知道？贾玲。哟，漂亮姐，林姐超时了。杨迪。谁来着？那个曲颖，你别瞎说，你就别给我支招了，曲颖，我还不如说过呢。有个渣，那个迪丽热渣，迪丽热渣，热搜了，热搜了，迪丽热渣，热一渣。一心说对了，腾哥，请看下一题。三、二、一。古力娜扎，古力娜扎，科尔沁娜依扎，科尔沁娜依扎，董璇。嘉伦的题目是。是张含韵。正确。贾玲回答。张若昀。不是，就是跟你们老公名字很像。张钧甯。对，也姓张嘛。差太远了吧，你张若昀。